我发现啊，你们有的人呢、啊，一旦叫你们点赞，你就给我跑了，叫你们点个赞，瞬间跑了200-300人，太不仗义了。点赞是为了给直播间做做数据，你知道吗？让直播间的热度能起来，明白吗？大姐，晚上好，能听到吗？Hello， 感谢买的吗？能听到吗？完了，我放你下去了啊！你的话放你下去了，还有回音，有回音，对，是有回音，我放他下去了。来，连第二个。东阿姨吗？哎，怎么跑了？东阿姨，你怎么跑了嘞？东阿姨是不好意思吗？我看你在群里跟我聊天，聊的挺多的。你是把你连上来不好意思是吗？啊？来，再连一个。你好，晚上好，怎么上来都不说话呢？又让我一个人很尴尬的呀。能听见吗？感谢彭少跟我们聊天，德尼格尔阿姨说感谢彭少和我们聊天，这个不用感谢啊，这个不用感谢的，嗯，就是闹着玩嘛。要放你下去了啊！连的他，我就是，我觉得有人是不好意思跟我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肯定是不太好意思。内蒙古的是吧？内蒙古真的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，风土人情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。晚上好，天牌阿姨，晚上好啊！有没有连的？有没有连的？是不是不好意思是吧？不是不好，谁老是跟我申请？
我跟小章鱼刚才来了呀，跟小章鱼刚才连麦了。我再连一个啊。你好。哇，你上来直接把自己闭麦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嗯，黄少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在干嘛？怎么称呼你啊？没事，没事。嗯？不要称呼吧。不用称呼。嗯。嗯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开播聊天呢。嗯。我没准备，没做好工。没做好准备是吧？没事，想聊啥就聊啥。这我就尴尬了，真的，这我就相当尴尬了，直接跑了，没准备好聊啥是吧？人家睡觉了，膨胀睡觉吧，还要玩一会儿，还要玩一会儿再睡。我也不知道黏不黏的，我感觉很多黏上来不知道说什么。问题吧，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，知道吗？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，说彭少，你长得也不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好像还有点能力，对吧？然后家庭条件也好像也还可以，是吧？为什么单身？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其实我这个问题我在群里说过一次啊，说过一次，但是因为我不想在直播间说自己身上的事情，是为什么不想在直播间说自己身上的事情呢？我就怕觉得别人说我炒作，说我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从来不在直播间说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包括我自己身上的旁边的人一些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说过。我这样跟你们讲吧，
其实以前的好吗，就是哎，要人跟我打 PK。其实以前的时候呢嘛，就说我有一个女朋友，本来是快乐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后来呢中间呢发生一点事情，知道吗？怎么说呢，真的，我说两个字你们就明白了，车祸，知道吧？懂了吗？明白了吧？咱们点到为止，好不好？所以后来呢，很多年呢，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呢，那时候应该只有我今年快31岁了嘛，那时候应该是在27岁不到的时候，懂吧？然后呢，剩下了两三年呢，就没怎么去想这方面的事了，也不想想这些事情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两年没走出来，明白吧？其实我本来不想在直播间说这个事儿，因为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从来都是一笑而过的带过，我就不想说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们经常问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下，好吧，别的我再不多说了，因为再多说的话，哎呦，又变成什么演戏炒作剧本了，真的我很头疼这个事情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说我自己身上一件事情，第一次，能理解我了吧？能理解了吗？来理解，跟我扣个666来，以后再不要问这个问题了，好吧？反正记住一点，我现在单身就完事了。理解，跟我扣个666来，把我刚才说的话啊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录屏，不要录出去，不要录出去啊！你们如果是膨胀的铁粉的话，如果是膨胀的粉丝的话，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不要给我录出去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是我在好像炒作自己一样，好像自己给自己演剧本一样，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好吧？不理解，不理解，没办法，没听明白是吗？没听明白，我也不想描述了，我也不想再描述这个问题了。其实还好，我也不是特别大年龄呢。男人30而立嘛，我也才刚刚过30岁呀，是不是？搞得你们现在说的我挺老一样的，真的老的让你们着急一样的感觉了。我觉得男人40岁结婚都不算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很多那个明星，人家都是过了40岁以后才结的婚呢。不急啊，真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留不住，是不是？年纪也不小是吗？我身边30岁没结婚的很多，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。哎，你们会发现点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怪圈啊，我感觉啊，就是条件越好的人结婚结得越晚，条件越差的人结婚结得越早。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，你想啊，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来，对的跟我打个对，来，不对打不对，好不好？对的是吧？你看啊，我身边很多很多像我这段年龄都没结婚，因为你读完大学，把大学读完出来之后，都已经二十出头了，对吧？18岁读高中嘛，4年二十三四岁了，是吧？然后读个研究生，可能就是26、27岁了，是不是？读完研究生26、27岁了，所以你再走入社会工作一两年，是不是就30岁了？是不是呢？而那些很多就是说醉学醉得很早的人啊，就是很早就从学校出来的人，可能16、17岁的就出来了，是吧？他结婚结得都早，真的结婚都结得都早，20岁出头就结婚了。对，我觉得我40岁结婚都不迟啊。
不急啊。这个不是要求不要求的问题，知道吗？真的不是要求不要求的问题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你们这里还女孩3岁没结婚是吧？我也不是说不婚主义啊，我从来没觉得不，我也不是不婚主义，我肯定会结婚，嗯，这一定会结婚的。你儿子也是三岁，你儿子3岁离婚，我的那个徐露云阿姨说，我儿子也是3岁离婚。而且还有点的啊，就是结婚觉得越早的人呢、啊、我感觉，我个人感觉啊，离婚离得越快，对不对？来，对对还是不对？对的跟我打个对来。就结得越早的人感觉离得真的越快，对不对？我说这句话对不对？对跟我打个对，不对打不对来。对的是吧？我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啊，真的。你说我身边有没有人有？是的，其实你想啊，20几岁，其实现在很多20几岁人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，自己还是个孩子。3岁没结婚的很多是吗？是的，我就是那其中一个。结婚结太早不成熟，对吧？我也觉得是的。因为本来男的，我感觉啊，就是男的呀，他成熟的特别晚，知道吗？我说是心智方面啊，心智方面成熟的特别晚。嗯，你现在这边两个女人35、36了还没结婚是吗？我有个表姐，知道吗？他是什么呢？是在香港，知道吗？留学回来的，现在也在30好几了，也没结婚。因为人家去留学嘛，留学回来本来就结婚结得晚嘛，像这种。巧丁他说你介绍个给我是吧？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自己的幸福还是要自己寻找的。我不太喜欢介绍了，我真的不太喜欢介绍了。我上次说过这个问题了，知道吗？介绍的目的性太强了。人家糖糖有男朋友的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懂了吧？糖糖是有男朋友的，人家糖糖跟大宝两个人挺好的，你何必去插个足呢？没必要。